不是，你真打算以后天天睡沙发了？啊。那你娶老婆回来干嘛呀？我娶老婆回来过日子呗。哪有人家夫妻两口子天天分开睡过日子的呀？你这属于家庭暴力，你知道吧？嗯，不是，我这平常算家庭暴力了呀。你这属于冷暴力。我为啥不跟你睡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啊？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卧室见，要么法院见。要回去睡也不是不行，除非你答应我两个条件。行，咱那个卧室里边空调坏了，你买个新空调，你能受得了，我受不了，太热了。行，可以，走吧。还有，你得给我500块钱。不是，要500块钱干嘛呀？不用啊。300。就500。300。不行，就500，我不去。行行行，走，500。别笑，我的妈！